You can count on.七雄的老六白毛山，标高1522，算是古关七雄里面唯二有展望的地方。展望点最好的是松毛山，360度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新的有没有花生？嗨嗨嗨嗨！看起来好像有点害羞呢。哎呦，在看我吗？对，我在看你呢。里面小道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跟别人的团呢。对啊。哎呦，有点害羞呢。前面两个一个没有带杖，一个用双杖，一个一包就已经等于三包。对啊，一包等于两包。听说今天有披萨，有香菇鸡汤，还有那个牛排。牛排牛排哦，对对对，牛排。对，那我们还有铁板面。结果我看见今天熊哥只有带碗跟筷子。对，这一次的团还蛮猛的。明年小刀，小刀，台南参与，绝配啊！新竹花生，新竹花生，然后我要拿过来。熊哥嘞，熊哥你呢？新竹九将熊。嗨，大家好，嗨，小刀。嗨嗨嗨！谢谢大家昨天来看我的演唱会。哇，还有2.1K 哦。等一下，今天小刀就要出现了，冰雨，冰雨。无法肯定的爱，左右摇摆，只好把真心往深心里塞。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，偏爱上的爱，谁甘愿一场的意外？好笑！哎呦，那谁？何真，何真，好笑！Uncle，Uncle，Uncle！朋友，谢好喽！哎，小心！小心 ，OK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德华。啊，叫华仔。啊，我的演唱会呢？打算在明年哦，大概7月的时候，会来高雄小巨蛋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好不好？只唱一句，不能太多。Thank you。好仔，好仔，好仔，请问你今天为什么会到古关来呢？因为我的粉在这里哦。你的粉有小天哦，他特别邀约好仔来上这个什么山？白毛山，来上那个白毛山。多谁？有没有？好在好在，你预计在台中停留几天呢？短短的，我们大概只停留12个小时。啊，等一下还要飞回香港。啊，明天红磡还有一场。有没有？多谁？好在好在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有没有？好在。后面的朋友，有没有？多谁？你晚上不睡觉都来找这个是吧？熊哥，熊哥，快点！我们现在到古关七雄的白毛山，古关七雄的老六，很多山友关心的都是山山口停车的问题。一般轿车过了0.4就不要再上来了。
好了，我等一下我不会漏气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杀手，我请出来王牌杀手。今天在山上有好料哦，熊哥，敬请期待哦。我们是传说中的王废王，有没有？嗯。你可以再近一点。你也晓得，华真，华真，我是很今天的节目呢，保密，因为我也没有准备，你要看熊哥了。都在吃饭。Thank you。摄影师在交船呢，看熊哥在拍汗呢。小天完胜了，我是女神，熊哥你满头大汗。请问今天来爬古关七雄白毛山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？一种说不出的感动。我们的王牌杀手，你今天GG哎，怎么办？落落，熊哥，奇怪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啊，我居然这么，今天居然挂了，我今天居然轻而易举的就完胜了。王牌杀手，你竟然好弱哎，王牌杀手。我想跟你表现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这么弱啊？大家好，我是刘德华。今天的状况不是很好，来台湾从香港来台湾，那个可能时差还没有调过来，然后状况不是很好。啊，你先让我调个时差，然后我等一下在这边先稍微睡一下。那你们如果上面那个饭煮好了哈，那记得扣我一下。小天，你今天一次击败三强的感言。好有成就感哦，太开心了！然后一起灯，马上就打赢了三位，有没有？传说中的熊哥，一下子就心虚了。王牌杀手，从头到尾就是王牌杀手的位置赋予给你。对，回眸，出发了，没睡饱，要上路，狙击。两位美女，我可以陪你们下山的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你没有风景，那很可惜，因为才拍一下下段，你就在那里而已啊。
熊哥，你脸色不对了。对啊，熊哥，这个是自从我认识熊哥以来，熊哥脸色最苍白的一次。因为终于登顶了。大哥，你认真。你好，你好。哎。不简单。跟你们爬山，我就丑一了啊！真是，明天我要把这个丑态给补回来。啊，关七雄，老六，王登，王登，耶，吃牛排喽！老板娘，有点超乎想象，好像那感觉比因为聊李王登都还要困难呢。没错，就是我。就是我，哎，上来狙狙那一位，落在最后面，他们一直在等我，一路狙狙，透露一个秘密，你们上来的时候，我跟双哥我抽了七次筋，搞什么鬼？不过还是白毛山老六1522成功。是今天的天姐吧？啊，小天。三个猛男被我抽的不要不要的，对啊，有点尴尬。双哥，我们今天不是王对王 PK 吗？明天我不会放水了，今天有点漏气了，哎。啊，明天要爬山真的也不容易。OK， 没问题，小意思的，哎。炸了。把油箱先拿熄了。好，下一好，结束，白毛成功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吃牛排。对了，忘记一点。小天牛排馆开张了，拜拜！我快累死了，知道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好累。怎么脚步会这么快？有点超乎我想象。他其实从那个登山口起登那个两三百公尺，我真的跟不上去，真的。我感觉有点玻璃心，我有点碎掉了，我的心碎了。振作，对，我要振作。晚上吞两颗安眠药，明天今晚睡饱点。明天没那么容易，我今天一定会睡饱。昨天睡不到三个小时，我真的是。好 ，OK， 好，加油加油，准备吃东西了。鸡汤、铁板面。我想好刚不开。断头鸡。那个牛排嘞？一只已经差不多了。好。食堂煎的皮。我没有带去那个。刚好加个 BGM 啊，非常小天的鸡汤秀，熊哥，等一下看一下那个。有没有访问一下鸡汤的口感怎么样？鸡汤口感蛮顺口的，就是感觉有鸡在嘴巴里跳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仿佛看到那群鸡在跳一样，这样的鲜味，我的老天爷，我的老天鹅啊 ！Oh my god！ 的，今天的牛排是小哥煮的，对。牛排那么硬，肉又多。好吃，熊哥厉害，一个我开刀，我请的厨师一，厨师二，厨师三呢？对，我负责煮鸡汤，煮出外面去，小助手，然后 focus 一下，我们家熊哥现在喝鸡汤了，啊，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我的鸡汤好不好喝。我们有个特级厨师。好喝啊，很好喝。
来，我们那个花生的披萨，先介绍披萨。对啊，你看那披萨，哇，外焦内酥，我的老天爷啊！这是披萨吗？真爽啊！天哪，必胜客根本就比不上了嘛！哦、是傲娇的吗？啊，披萨大厨，披萨大厨。再来是我们的牛排。牛排在这里，牛排在这里。都快不是我煎的，熊哥煎的，啊，大家都各司其职，有没有？